王力宏从一个唱作俱佳的歌手到后来进军电影界，之后又自己当起导演，可谓是全方面发展。而如今王力宏也进军好莱坞，献出好莱坞处女作。据 TVBS 消息，王力宏将与汤唯以及雷神克里斯汉斯沃合作《骇客交锋》，目前该电影正在香港赶拍，而王力宏虽然也叫苦不迭，不过却也乐在其中。此次王力宏与汤唯的合作是继《色戒》之后的二度合作。